金融揭秘。開始咧，而家係考慮緊，只係一個問題，係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係咁噶啦 ，OK， 唔係咩啊？你哋好。今天这个视频原本我不想出的，因为已经出了成六个了好像。也都非常之忙，尤其是前晚是整晚没有睡，只是在沽榜，是枕住来沽。我今天这个视频是非常之重要的，是英镑、黄金、白银、美金。如果不是今日或者今晚，今日应该不会了，亚洲时间会喐，下星期一定喐，还有欧罗添。大家都见到脱欧，老实讲句，四年几前2016年9月24号我记得非常之清楚，公投出来，我差一日未出，我已经跟我的弟弟飞了去英国，全部因为我知道我中硬，英镑大跌 20% 一出来。但是那个公投，如果你们未入市，当然你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，如果你已经在市里，就一定还记得很多东西，就是由 Boris Johnson 还未是首相，由他那个拍档 Michael Gove 两个一手一脚搞的，背后根本就是 Donald Trump。 Donald Trump 一直是分离所有那些国家，怕着人家夹在一起对他不利，所以呢他是非，尤其是呢这个欧洲出了一只欧罗，他已经咬牙切齿了整个美国， OK， 怕着会影响到美金，所以呢是这对难兄难弟，大家头发都是金色的、染的、OK？ 虽然 Boris Johnson 只有50几岁，好像55，大佬当然是 Donald Trump 啦，是不是？两个是夹手夹脚是搞这个脱欧，要这个、英国脱离的。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了一个故事、中国的故事、老豆教那个十零个仔、他真的好厉害，生了十零个，我都不知道生了多少个，我都不知道、在街外你可能那夹在一起就没人捉到你，你一分开就很容易捉到你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要分开呢？那
十月開始咧，而家係考慮緊，只係一個問題，係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係咁噶啦 ，OK， 唔係咩啊？